将军主风和节气，加岁迎车。九灵神君时和随风。藏在袍子里的假瓶子漏了，完了，他们不会发现我是假扮的了吧？欣欣向荣，铮铮。陛下，这看来陛下真的很急呀！啊，哦，寡人不是都说了吗？寡人真的很急啊！既然如此，李成，请吞帝一观神物，随后便向祭台撒钵敬品甘霖。这萧敬平倒是到手了，可是要偷梁换柱，假瓶子里边得有水才不会露馅吧？你们看着寡人干什么？寡人身上有什么异物吗？没有的事。没有。贤君，哦，寡人突然想起来还有要事需要处理，能否离开片刻，稍后再来？啊，吞帝请便。哎，瓶子。哦。你看着寡人干什么？